今天的乐趣了吗？我们吃点东西算作好不好？好，你在这吃三个。到了上海，不就有的吃了吗？对了，到上海吃好东西去。好，到上海吃好东西。
房间跟报废钱明天一定付，明天。 多少钱？很便宜。啊，这个呢？ 好吧，就这个。
你们小姐在，不在家，请你告诉她，说是我来了。她说，谁来了都不在家。 谢谢，我要到店里去，你陪李先生坐一会儿吧。爹，几点钟啊？哦，我没有表，两点钟，已经两点钟了。哦，真的？哦，这个表很不错，呵呵呵呵，待会。 去好不好？太迟了吧。不，来得及的，我去洗脸去了，你等我啊。 哎，我先去买票好不好？也好，我很快的就来。你慢着来好了。 对不起，张小姐在家了。不在家。你是？我是他哥哥。哦，嘿嘿，我是王景昌先生的秘书，我是来找王先生的。哪一个王先生？是他吗？ 小鬼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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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
当多少？你说吧。 两块，四分，两块，四分，两块，好吧，就两块。 快点好不好？我还要紧事情去呢。对不起，现在什么时候了？那看看你自己的表吧。谢谢。 走了，你也早一点回去吧。你回去。
是谁给我啊？ 那个，明天。 永远是你的花哥。
用不到的五块钱，是送钱票子，你要拿是用用看吧。不，你替我想想法子。爹，你替我上店里去想想法子，我和你一块去。慢慢慢，你瞧，你来干什么？ 向我拿钱，叫我怎么办呢？真倒霉！天天进都是当当的人，很少有输当的人，现钱只往外丢。要不就干脆的练关门。真的，你得转着念头才行呢。 没有办法，倒霉的店，连做广告也没办法做。那么这个狐狸我拿去。那怎么行呢？我不管。不，小人。嗯。喂，狐狸怎么可以拿去呢？
毛钱，两毛钱，坐坐坐坐，我让你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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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两毛钱。两件一起多少钱？不，我来给他。不用客气，这是有规矩的，谁是新娘就谁付钱。是吗？有这样的规矩吗？那我可不想新娘子做了。喂，到这来拿。喂，我要一件这样的大衣。行，领子要改小。行，明天能拿吗？行。小袁啊，我先走了。为什么这样急？我有要件事情去。我打个电话行不行？行。要付定粮吗？明天一起算吧。行。喂喂，明天上我家来吃面好不好？吃面？那我明天是你生日了啊？哦，你不要骗我。谁的电话？喂，哎，喂，哦，张小姐吗？王先生，有客找你。谁呀、啊？一位女客。女客。喂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的，我明天一准到。好，明天见。明天见啊。慢。谁的电话？记得那个样子。还不是为了买卖吗？买卖怎么样？很好吗？哈，这么漂亮的装潢啊！装潢虽然漂亮，可是买卖还是不行。我本来就不会做买卖，茶叶生意做了这么许多年，到现在刚弄清楚什么是什么。嗯，龙井，雨谦，龙井，雨谦，李乔，李乔，我本来就不会做买卖，尤其是这倒霉的茶叶买卖。从前中国的茶师是没什么话说的，可是现在都被外国人占了上风了，所以我现在正在想法子改行呢。改行？真的，我给你看。什么报？你瞧，我正在小组标经呢，可是我一样都不会。老陈，刚才我看了半天，我还是不懂啊。那有什么难呢？只要你上交易所去几次，你就完全懂了。
带来东西，不可以换钱吗？哼，换钱，这是什么年头？先生，你有本事你拿去换。行，我去，我马上就拿去装了去。瞧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哦，好啊，恭喜你，恭喜你啊。什么呀？这点小小的意思。谢谢你。为什么买袋鼠做的东西啊？不是说你今天过生日吗？所以王先生特地买来送你的。你瞧，这多么像你啊！真送我的鱼料。阿香，叫他们把面拿来。面，他们饭头。龙井不是，雨前不是，哦，你瞧，什么事？归头归脑的？没有什么。他说你老太爷子没有看见呢。对了，我们应该道道喜。哪里？可去什么呢？他不在家，他到银行里去了。对不起，我这有一只旧货，实在也不能算是旧的，全是半新的，你要看一看吧。喂，过来，用不着看。现在我们不收货，不收货，不收货。我们上咖啡馆里去坐坐好啊。哦，我还有点要紧的事情呢。那我陪你去好不好？好啊，那么我去穿衣服去啊。那么便宜点怎么样？现在已经快年底了，银根这么紧，谁还有现钱来买货呀？那有办法？没办法。哦。
请他们看看补补价。好，再见。好，再见。再回去。小见识德行，也许您知道吧。哦，原来还是同行，请进来坐，请进来坐。不必客气。小店地方小，摸下的东西又很多，没有地方隔，所以既然大家是同行，那就好说话。想在你们这儿记一记。这我想总可以办得到，等老板回来我问一问就是。我还想照一般普通的手续行不行？你的意思是？对了，那才是笑话呢。好，再会。再会吧。老板，这是哪去？怎么样？很不错啊。稍微便宜点行不行？行。哎呀，我这皮包呢？哦，该不是掉在咖啡店里吧？为什么你要和我抢付账了？我顶讨厌是付账的时候拉拉扯扯的，像什么呀？你不要发火，让我先把这儿的账付了再说吧。不要。先付了我们好再去找啊。真讨厌。你那个皮包藏了多少钱呢？你管得着？哦，对不起。喂，多少钱呢？那个大衣？29.5。张小姐。我陪你去找好不好？算了吧，我自己会打电话去，用不着你管。你先回去吧。哦，对不起。喂，我再打个电话行不行？行。对不起。喂，啊，王先生，回他家里去了。请帮我接进3513。行。
喂，王先到公司去了。喂，谁？哦，是你吗？哈哈哈哈。怎么，你眼睛瞎了吗？那个杨花花在脸上生疮的，我不要，我要去换，你把发票送来给我。行行，回头就叫人送来好了。喂，你不是对我说有要紧的事吗？那么你在家里做什么？还不是为了买卖吗？把这些东西全给我搬进来。这个拿上去给太太。哎哎，你告诉他，这个小的是烘手的，大的是烘脚的。你看我这套西装穿的过年好不好？好了好了，我们呢？慢。哎，慢，你到什么？钱没有，送礼这个不行吗？哎，对了，啊，老爷，我忘了，刚才太太叫你上去的。上去？我偏不上去。喂，这楼上滚下来的。这个呢？这个是什么？就是一个人送来的发票。哦，拿来。哦，30块呀。啊？什么？你瞧，这都什么用？我要换东西的。啊，我有钱了。
首先帽子还没有。可惜。帽子送来了。为什么今天穿得这样漂亮？我预备跟你一块儿跳舞去的。今天不是圣诞节吗？对了，今天是圣诞节，所以我替你带着礼物来Thank you.
他无论做什么买卖，总是叫我来打头阵的。In the dark, I see the lights all over town, and I keep walking up and down, while I am whistling in the dark, whistling like a lark, my song goes floating on the air. Oh, 对不起，我来迟了。Every loving pair, 江斌，江斌啊，江斌，你们呢？橘子水。Brandy， 这是谁的？他哥哥的，哥哥的。哦，他是要骗我的吗？The night is black and I am blue. That's why I'm whistling in the dark.跟这位先生买十块钱的五票，好好。这么早就出去啊，你瞧还这样早吗？快上去再去睡睡去吧，你瞧你的脸。哦，新衣服？你的衣服也是新的。你的衣服是？你这样早上哪儿去啊？对，哦，还不是想巴子过年去。小姨娘，外面下雪了，给我丢下两毛钱车钱来。你多少钱没有带钱回来了，还要问我要钱呢？哼，一个铜板都没有。爹，我这里有。你拿去好了。小云这两天穿得那么漂亮，她哪来的钱呢？正是啊，我正要问你呢。我是没钱给她的。我更没钱给她。那么你做母亲的管些什么事？
去，查查他的皮包看。去啊，快去啊！哦，要是他皮包里有钱的话，就把他拿来没收。怎么说，我可管不了。你还站着干什么？
间房里去。听见了没有？睡得像猪一样的。哼。啊，对。哼，你倒回来了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从哪儿回来？你说。我。你从实地讲，是不是跟那个姓李的穷鬼？那么究竟是谁？你说。好，明天我去找他讲话。他怎么还不来呢？我怎么知道？有个等你。谁呀？哦，怎么这么早啊？哦，这位是家父。哦，久仰久仰，请坐啊。陈先来过了没有？来了，在外面见客。黄先生，我今天来是预备和你谈一件事情的。哦，很好很好。有电话来过了没有？有的。谁呀？嗯？哦，这么早啊？王先生，哎，我想别动太得早，我今天要和你谈的是什么？是的，是的。不过我不知道您要的是龙井的还是雨田呢？不，我不是来和你谈生意的。那么，你好，小云，你到外面玩玩去。你讲你的好了。是什么秘密的事情吗？问你是不是秘密的事情？你和他好啊？哦，嗯，那个姓刘的又来了。你说我不在这？是。嗯？你告诉那姓刘的，叫他做生意干脆一点。是。我也很干脆地告诉你吧，昨天晚上他什么都告诉我了。哦，现在什么都不用，现在什么都不用讲了，就等老王。现在什么都不用谈，就等等这个条件好了。很好，可是他说那个折扣方面。讨厌，你问他是不是真心要的。是的。讨厌！哎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真心要他？我，他，真心的。那么你要负责任。负什么责任？那很简单，意思就是说，马上签字。马上订婚，行。年内交货，行。年内结婚，行。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办。谁叫你那么凶？住嘴！这许多的东西你都拿回去了，我从今以后不要看见你。
那么你和他订婚的消息一定是真的。真的假的要你管得着？但是我们要带许多的功夫，我要出去了。狐狸什么狐狸？你还认识我吗？还是你好，先跟我回去吧。咪咪，明天搬就是了，闹什么？云妹，我自杀了。云妹，我自杀了。不要伤心，小云，这算是我送给你的最后的礼物吧。不花，我真后悔。后悔？对了。对了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会后悔的，所以我几次想去哦，总是舍不得你。什么？原来你就定的？不，你不要以为我是欺骗你啊。这还不是欺骗吗？你不行，我会马上。不要看那个鬼相。什么事啊？什么事啊？我吃了安眠药，自杀了。你瞧，我叫你别把房子收给独生人。好，现在弄出人命官司来了，快快送医院去。送医院？房钱拿不着，还太太添衣会吗？那么就让他这样死吗？快把巡捕房去。对了，快把巡捕房去吧。不要不要，用不着你们管，我和自个上医院去的。怎么了？谁叫你们去和我的？近一点，喝杯牛奶吧。老王，你的电话。谢谢你。嗯？
话吧。世界上哪有这样许多女人呢？他就来了。哦，你等一等啊。谁？哎，你去看住他。爸，在想什么？没有关系，是你丈夫叫我做的。废话。嗯，你以为他是好人吗？你知道电话是谁打来的？人呢？嗯。电灯不好，没有钱，叫我怎么办？家里买地买太没有钱，叫我怎么办？不用吵，我有办法。就拿东西给我去压。行。把这些东西你全拿去就是了。喏，你点一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哎，这个表玻璃都破了，怎么可以压钱呢？那么，你看这些东西能够压多少钱呢？想压钱，你比我内行的多了。不过你暂时搁在这儿吧，年底我总得跟你想点办法就是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哪里，我们现在是自己人了。好，再见吧，我去了，再会。喂，我通通送给你，你好好的藏起来吧。谢谢你那么多。真的，我们一定走好不好？王先生年底靠不住了。是吗？那么我们上哪去呢？杭州好不好？好。哎，杭州远不远呢？不远，我们就坐王先生的汽车去好了。嗯，但是，哎，我要你送一顶那样的帽子给我。行行，我明天就把这个大的替你买去。李先生，这是你的账单。哦，我的朋友明天会送钱来的，明天。朋友，你瘦了。住在医院里怎么不要瘦呢？我明天想把逃出去。
喂喂，现在年底到了，说我到公司里去了。喂，王先生到公司里去了。喂喂，现在年底到了，说我回家去了。喂，王先生回家去了。老陈，怎么办呢？杨满爸不是很有钱吗？你为什么不问他想想办法呢？刚才我去过了，他说，钱我这儿是有的，但是我没办法动。没办法，没办法。哦，没办法。那么你为什么不试试交易所呢？对的。先去，我马上就来呀、啊。哎，你抱一抱，我还忘了件东西了。哦，你快一点啊。你们大门开得这么大，阿香，阿香，真善，真善，真善，真的，不要有别人来过吧。Thank you.
天天